嗯，什么情况？还不来？嗨，阳光呢？他在吗？在是在。 但是我们有个重要单子，马上就要出去采访去了。那个，你有什么很着急的事吗？找他？不着急，我能亲自来吗？他在哪儿？那个，廖律师，你想见一身血吗？ 干嘛？作为当事人，我有拒绝和解的权利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拒绝和解，但我作为律师呢，说服你与我的委托人谈谈也是我的工作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说真的吗？我准备开启了死缠烂打的模式，所以呢，从现在开始你去哪我就去哪。你干嘛？臭不要了！丁宁。啊？ 上！廖律师，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是真的赶时间，你能不能自己下来？不下，不下就不下。得罪了！你要干嘛？快，小心头，小心腿啊！ 注意安全，不好意思，得罪了。加油！